漏记了他的代谢了，那么他在体内怎样输补的呢？他的输补过程，按上中下三焦的观点来讲，当进入通过口进入到人体中焦胃肠当中的水分，于是经过小肠的泌别清浊吸收水分交给脾，脾把它输补到心肺，一部分以气的状态输补到全身，大量的是进入心脉在体内循行，然后经过体内代谢以后接触三焦，输补代谢了以后呢，在肺的肃降作用下将体内代谢以后的水液向下输送到肾，在肾阳的蒸发作用下把浊中之气重新吸收，于是继续向上交给心肺，重新在全身输补利用，浊中之浊向下交给呢膀胱，然后呢以膀从膀胱在膀胱气化作用下以尿液的形式排出，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肝的疏泄作用下才促进了胃肠对水液代谢的影响，同时小肠泌别清浊当中除了把一大部分的清的水液交给脾运化到心肺，还有一部分它渗到肾，渗到肾以后经过肾气进行处理，还有一部分通过阑门排到大肠，大肠能注意一部分直接就通过随着胃肠道的分闸清除至体外，还有一部分也有渗到肾和膀胱重新吸收利用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内经》当中就明确地指出水液的代谢是五脏六腑都参与了，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嘛，五脏六腑的精微都参与了。这一段咱们可以回顾《黄帝内经·素问·兼美别论》第二十一有一段讲水液代谢的，他是这么说的呢，说饮入于胃，由液进气，上输于脾，脾气三经，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都讲到五脏六腑各个脏腑的精微都参与了水液代谢。很显然五脏六腑都参与了，但是最关键的脏腑是哪几个呢？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以及三焦，三焦为通道。因此在治疗水液代谢障碍病症的时候，抓住这三个脏和这一个腑。因此水液在输补代谢过程当中它完成了它的相关功能，最主要的功能是滋润作用，因此津液缺乏的时候明显表现出是燥的症状特点，自身脏腑功能代谢障碍导致津液缺乏了就出现内燥了，而不管是外燥还是内燥最集中体现的是哪几个脏腑呢？肺、胃、大肠。肺燥的时候出现干咳、少痰、无痰、口鼻干燥，胃燥的时候干呕吐不出来东西，口渴，大肠当中是出现燥症的时候大便干结，排解困难，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表现出皮肤干燥等，这就是体现了津液的滋润作用。津液的第二个功能荣美化血，第三个功能它有运载作用，津能载气啊，它所载的气既有人体代谢过程当中的浊气就有害物质，同时它还能够运载人体所需要的其他每外其他脏腑所需要的水谷精气和肺所吸入的清气，要靠它的运载，它还能够传递一部分信息。所以学习津液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津液的运载作用，否则你后边讲气和津液的关系的时候津能载气落不到实处。这是咱们讲到啊津液，津液的这些内容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津液一旦出现失常，在临床上会出现两大类病症，一个是津液不足，一个是津液在体内停聚。津液不足咱们刚才说了就滋润渐退了，就出现燥的特点，那么津液停聚了现在就会出现湿，湿聚了以后形成水，水停了以后停为液，稠稠糊的停为痰，
因此形成痰饮水湿。是病人只是感到香，在形上找不出它的特征。水，脑脊髓胸水腹水可以感到，阳水阴水中，阴有湿阴，痰有有形之痰、无形之痰、广义之痰和狭义之痰，咱们讲在后边。津液代谢障碍所产生的痰饮这一类的病理颤妄的致病因素的时候，再去分析它。最后一节，咱们要叙述的是津气血津液的关系。这四类物质的关系核心是气，因此要抓住气和血、气和津液、气和津的关系。你要正确地理解了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津、气和津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那么气分别与津与津与液与血这三种物质间的关系，总体上是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气属阳，津气血津液属阴。说具体一点讲，这个阴阳关系体现在哪几个层面呢？首先咱们看气和血的最核心的，它表现出有气能生血、气能行血、气能摄血这三个层次。要结合气的功能，行血是气的推动作用体现，因此气虚无力行血可以导致血瘀，气虚血瘀其实也可以导致啥呢？气不行血，气滞血凝，这是体现气能行血的问题。那么气能生血，咱们讲阴气入脉乃化血，水不进气，所以阴气虚、水不进气不足可以导致血虚。气能摄血，它主要是以脾来体现的，气虚了不能约束血液，于是导致血液 无所约束以后呢，可以出现叫做自主性出血，西医叫做自主性出血，没有外伤、没碰撞，血管没有出现破裂，它出血了，出现渗血或者是脆性增加，像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出血，那就是属于自发性，又叫自主性出血。那诊断的时候是气虚、气不摄血。反过来，血对气的功能作用是血能化气，血能化气有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直接的血能化气，因为气和血，血中之气是气和血是复合气，我们把它称之为气血复合气，整个血的中医学基础当中是这样教的，它不是游离态的，所以是个气血复合气。当运作的相关部位人体对气需求的时候，这个气血复合气当中气就游离出来，就供这个脏腑组织需要，这就体现它直接是化气。间接的就是血营养了与其生成的非脾胃或肾，营养了与其生成的相关脏腑，这些脏腑的功能活跃了，气的生成是不充足的，这是间接的生成。因此气能血能化气，血也能载气。刚才我讲了血能载气，是因为血中之气不管是水不进气或者是吸入的新鲜空气，它都是以气和血的复合体，是无形之气依附在有形之血上，运载到人体相关部位，这就是血能载气。运载到相关部位的时候，当这个相关部位对这种气需求量增加的时候，这个气血复合体当中的气就从气血复合体里游离出来，供应相关部位的需求。这血能载气是血能化气的前提，所以血能化气要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其他的后面理解都应该在一个层次。那么大凡咱们在临床上见到啊出血的病人、大出血的病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气，避免气随血脱啊，这是咱们所说的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津的关系，气能生津、气能行津、气也能摄津，尤其是在这里强调狭义之津的时候是肾气，不管是男津或者女卵的排出的时候，它靠肾气的鼓动推动作用，气能行津、气能生津，肾气能够促进凝聚成为肾津。同时呢，气也能摄津，肾气如果不能约束精管的时候，导致男性精管不固，因此出现遗精、滑精、早泄，这就是气虚不能摄精。
在女性来说，不能约束膀胱，她排卵可能是紊乱了，月经可能失调了。反过来说，筋它能够化气，肾经能够化气啊，所以肾中筋、肾经和肾气在肾中是一种进行着，在肾的阴阳作用下进行着一种克逆的变化过程。肾阳有气化作用，把肾经转化为肾气的，就筋能化气。而在肾阴作用下呢，气能凝聚成为肾经，哎，这就是气能生精，就是筋能够化气啊，气能生精。那么筋也能够载气，筋也是气的载气，生殖中心也是如此。在临床上咱们见到大量失禁的病人的时候，就新生活太过大量失禁的时候，可以出现虚脱，可以出现气随筋脱。看过《红楼梦》的人呢，就不会忘记这个人，王熙凤的他一个院门的一个小叔子贾瑞啊，贾琏他堂弟嘛。这个年轻轻的小伙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不务正业，于是呢成天打他这个王熙凤他嫂子的主意，结果他嫂子给他施计了，他给他嫂子暗送秋报，约他嫂子晚上去到后花园去。王熙凤啊，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到北门人地方等他去。王熙凤何许人也，于是呢就让他的丫鬟第一次呢就拿一桶水，他都站着看，从墙上啪这个都打倒去，等他回去了就感冒了。隔了几天感冒好一点呢，他不吸取教训，去问他嫂子，你跟我说昨天晚上你咋不去，你把我倒了一身水。他说我跟你说的西门，你在跑，你在哪里？那你跟我说北门，你记错了，今晚上咱们到西门去。结果这回去也不是拿一桶水啊，王熙凤又拿一桶那南方的都是那个水分呢，涉南也都是那个厕所里都是有水又是分呢，那水分一桶水分把它桶倒上，这一下呢小伙子病倒了。他完全是寡妇事业又受的他宝贝疙瘩，得病了以后啊，他就是经常梦遗一惊，结果遇了个来头和尚来给他看了，他妈给他叫来看，来头和尚给他个镜子，给他说你这病啊，哎，心病还是心药引，把他病美好了就给他说病了，扔给这个镜子以后，你拿这个镜子啊，你只能看正面，不能看反面，看了反面了以后你救不了你，可不要怪我。当着他爸他妈的面说，哎，他说行。结果呢贾瑞拿着背面一看是个骷髅，这骷髅谁愿意看了，他说你不让我看后面，他说你犯心的，用看看后面。哟，这本是王熙凤是含情脉脉在那儿跟他是暗送秋波，这当然看着舒服啊，美女谁都看舒服。结果他就越看这个就遗精就不治，最后他遗精以后出现了啥呢，筋脱，最后不久而身亡了。那么这虽然是个文学化的，可是你读一下明朝大医学家张杰病的禁药全书当中举的有一个病字叫做色厥病，色就是绿色，厥就突然晕厥突然昏倒，就是因为大失禁的情况下气随筋脱，元气大脱就死了。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可以见到啊，如果说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体质比较虚弱的人，丧失太过的时候，出汗气力精神各个方面的剧烈的运动以后，都可能导致突然虚脱而导致死亡的。这就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气随筋脱的这个例子。最后一组关系咱们要讲的气的关系，气和津液的关系。气能生津液，主要是间接在气的推动温煦气化作用下，促进了津液的生胃肠吸收中充分的水分，补充人体的津液，就是气能生津液。气能行津液有肝气的疏泄，脾的呢申请，肺的宣发肃降等等，都能促进体内的水液代谢。因此在临床上气虚了气滞了，就可以导致气虚津停和气滞津停，而形成痰饮水湿的病症。气能摄津液，不同的脏腑之气对不同部位的津液有一种固摄，比如说肾对尿液的固摄作用，肾气虚了不能约束，可以出现遗尿
尿失禁的情况。血归气虚不能尿出，在尿里汗液了，可以出现自汗盗汗；肾阴虚，肺肾阴虚的时候就出现自盗汗，那么肺肾阳虚心虚的时候出现自汗盗。脾肾气虚不能摄涎流口水等等，体现了气能够摄津液。反过来，津液对气，津能载气，津液能化气。津液是气的内外之气运行的载体，所以在临床上，大汗淋漓、剧烈呕吐、剧烈腹泻的病人，常常可以出现气随津脱，出汗以后出现虚脱；剧烈呕吐、泄泻也可以出现气脱的病人，这在临床上都是属于急症、中症、危症。咱们讲了气分别于血与津液和津的关系以后，咱们再简要的回顾一下血和津液的关系。血能化津，津能够生髓化生血，所以他们是互生互化同源关系。那么血和津液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生互化关系，古人叫做津血同源。中津血同源只讲了一个层面，都是同源于中焦脾胃所化生的水谷津气，但同源不能代表互生关系。血中的每种的血液当中的水，也就是津液，渗到每外就成为津液，每外的津液渗到每内就成为血，所以他们是互生，所以关系是互生同源关系。那么由于津液和血同源于都是津液，而津液又从汗孔排出是汗，所以古人常常有多血者我汗，多汗者我血，由其出是血汗同源。这两句话虽然是林淑因为省会篇当中所说的，曾经研究生考试几次出这个题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都答错了。多血者卧汗，这个不要读成无，要读成卧，不不要汗字要动词，无这个卧在这做副词讲。对于多汗的病人不要再发汗，多血者卧汗，多汗者卧血，大出汗出过多津液损伤的人不要再耗些东西。不是说大出血的病人不出汗，那是没有临床病、没有临床经验的人在那胡说。相反，大出血的病人是大汗淋漓啊，是大汗淋漓。所以这里的无要读成卧，卧就是不，不要，是副词，不要再发汗，不要再动汗。这里充分告诉我们这个观点，这是治疗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那么咱们最后是津液和生殖之津的津液和津的关系，是表现出也是同源和互生的关系。